来，雪哥展示一下拉力。拍五分钟。还有两分钟。还有几十秒，要不要照片？要照片再拍吧。
动一下，我屏幕就要抖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有防抖吗？啊，这个不是防抖，是我打开的水饺，对的，才一张水饺。他妈的，忘记怎么关了。你看我拿得这么稳。不，人家要求出现那个动作的呀。你看，拿个锤子。